大熱門暫時係五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機智神佢又漏閘啊！前面快咁啊，不羈的風啦，埋邊度身訂造啦，出邊美麗精神追出藍帽嗰只咧就會展達人啊！第五位埋邊咧藍晚罩超班福星啊，響佢出邊有財富超影啊！再後邊嘅馬啦，尾五位置紅帽咧紫色眼罩就輕滑啦，尾四白鼻箍睡眠攻略啦，後邊三隻翠湖飛鷹軍威陣，咁啊暫時包尾就係出閘慢咗嗰只機智神區嚟噶。好啦，向住呢個咧就係一千米嘅段處進發啦，度身訂造就放嘅，咁啊美麗精神埋唔到嚟，就跟住第二位先啦。會展達人內欄第三、第四位粉紅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就不羈的風啊。第五位藍晚罩，咁啊有呢只超班福星啦，響佢出邊財富超影啊。後邊五隻咁啊紅帽紫色眼罩輕滑啦，尾四睡眠攻略，尾三軍威陣就貼欄嘅，尾二咧就翠湖飛鷹啊。咁啊包尾嗰只馬仍然係機智神區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中間啦，度身訂造仲係佔先咗少少嘅美麗精神啊，外邊第二位會展達人第三，不羈的風移咗出嚟二搭嘅第四位啊，超班福星內欄第五啊，咁啊中間財富超影啊冚住佢，外邊冚上嘅馬仲有翠湖飛鷹啊，再有啲先見到輕滑啦，涉內欄嗰邊仲有軍威鎮嗰啲馬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係中間位置不羈的風啊，埋邊美麗精神啦，再緊隨其後嘅馬咧仲有藍晚罩超班福星啦，外邊追啲財富超影啦，最出仲有呢只睡眠攻略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透出嘅馬就係呢只不羈的風噶啦，中間位置超班福星上緊嚟，再外邊咧點啊仲有翠湖飛鷹。接近終點，不羈的風贏啊！跑第二名超班福星，第三名係翠湖飛鷹，第四名係嗰只輕滑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識贏嘅都係識贏，不羈的風咁啊入直路走甩先啦！咁啊，結果就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超班福星咁佢都跑翻個第二啊，翠湖飛鷹第三，輕滑跑第四，爭勝再贏不羈的風，今次攞位就好順利啦！博雷拉今日到三場，潘頓嘅超班福星跑過第二。第三。